想怎会予你幸福也美满？岁月已过，世间变化，时间将咱慢慢拆散。恭喜！生生世世永远爱你，祝福
听我们今天的最后的新人嘉生以及黎明，他们两个说2013爱你一生一世，这是任职于嘉里奇美医院的李嘉。是邀请所有现场的嘉宾们一同来为我们今天的新人做见证哦，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？欢喜见证，以记者朋友们巴拉巴拉巴拉新人的拍照时间喽。来第一张啊，来三。二一，好，我们这一站是来点正式，但多一点笑容哈、哦，哎，大家都第一次哦，那、当然没有下一次了哈、哦，来，再一次啊、哦，来，一二三，小一个，哇。哎，对，这张哇，这张比刚刚那一张漂亮多了哈。我发觉哦，新人都窃笑，所以呢，今天在大家的见证之下，大家可以微笑大笑没有关系哦。我们越自然越 Q 越好。好，刚刚我们也经过了金融海啸，我们走过来，我们的脚步很稳定。这中间呢，这期间呢，我们要谢谢过去的历任的主委跟副主委。给我们相当大的支持，给我们行政上的鼓励，经费上的支援。人讲啊，若拄到迄核桃粿哦，互你食免钱、穿免钱、不免钱、救济阁唔免钱。所以啊，我的主委呢，在这里十年来给我们这么大的支持，我要在这里邀请各位伸出你的两手，给我们的主委跟副主委。一个热烈的掌声。那么我们园区在南科陈局长领导下，在国科会的支持下蓬勃发展，那我们这个小龙年肯定是一定大发。那么在这里我就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这是最重要的，这个事事如意，谢谢。两个宝宝在南科成长茁壮，同时他们象征着南科未来的主人翁，其实将代表园区为嘉宾来献上围巾，象征系上感恩及思念、希望及未来。数三秒，三、二、一，请致意。实在南科，实在感恩。感恩的心，我们请小朋友。副主们来拥抱啊、哦！是是，三、二、一，传承南科，冠带科技。我们希望是由长官的手代表象征冠带科技万事如意。官人，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孙以翰副主委来致祝福词。各位亲人、各位亲友、各位嘉宾，今天很高兴在这个喜气洋洋的日子来看到我们的那南科选址的时候，先人引导我们来开发这片土地，希望我们在这边薪火相传。刚才陈局长一直提到南科是一个永续的园区，永续不只是环境，也是人口，所以希望各位新人能够努力增产报国，维持我们人口的永续。那最后再度祝福所有的新人永浴爱河，百年和好。祝福所有的嘉宾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包括台南市议会庄一书庄议员、蔡一之蔡议员、
各位家长、各位亲友，还有今天最重要的32对新人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，好。今天非常荣幸，有机会来到新市科学园区，见证32对佳偶，从有情人成为眷属。我也要代表台南市188万的市民，献上社会各界最大的恭喜，祝福32对新人永结同心，永浴爱河，双双对对，万年富贵。同时呢，我也要勉励32对新人，你们有机会能够在南科上班，表示你们是社会一时之选。因此呢，我也要恳请各位早生贵子，同时呢，也祝福大家多子多孙多福气。你们要知道，市长啊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促成这个城市的发展。但是呢，台湾目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啊，就是生育率太低。这对新人啊，接受市长还有孙副主委的这个祝福啦。老公这人三拜戏，第一就是结婚时哈，新郎新娘小介意，鸳鸯水啊先一滴。感谢。我们赠送的是我们24寸的液晶电视哈。哎，也要一起看电视，也要一起做家事哦。哎，对对对，哈，当然市长跟副部主委都有。我们在这边呢，也要代表主办单位来特别祝福天地配合，心相形要孤穷不随伴离富贵。好，我们的这里是大红电锅花。好，来掌声鼓励哈，谢谢。是的，两姓来合婚，连日有子孙，让你红五花相手抱相孙。记得哦，这个要增产报国。好，我们的这里是电烤箱。好，因为有你，让我沉浸在满满的幸福里。感恩有你，与我共享喜怒哀乐。在这2013年，许下爱你一生的誓言，互相珍惜照顾，彼此包容信任。一丢啦，得改得改年。我俩于2013年1月27日，在亲友的祝福及见证之下，相爱一生，相守一世。掌声鼓励。是祝福所有的新人百年好合，神仙眷属永结同心。好的，感谢我们的新人。一，请交换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哎，不管是这个我们的戒指还是项链啊，真的诚心的祝福现场所有的新人们。好，都已经交换完毕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是面对面，对不对？像我做的哈，来，请拥吻，来，掌声不断，祝福不断，相拥九秒，相拥九秒，来，至这里计时，我们这个祝福的话给他讲下去哈，计时喽。好，来，九，天长地久，爱情久久。